业务单位案情的摘要报告。是的，以下由业务单位来进行案情摘要报告。那本案是中天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就中天新闻台这个新闻频道，因为它的执照期间将届，我来向本会申请换发。那中天新闻台它的执照期限是103年12月12号到109年12月11号。那本案经补证、刑事审查，还有经本会的这个申换咨询会议来审议，并由当事人到会陈述，做成书审建议。那9月23号第928次委员会议审议后决议，本案请依本会召开听证会作业要点规定办理听证。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中天新闻台前次换照的审查过程。在103年11月6号，那有外部学者参与的这个申换审查会议当中，出席了11个人，给予合格评价总共5人，不合格的总共6人。那当次的决议是建议否准换照，那列了3点理由。第一点，涉及事件处理有失新闻专业，严重影响广大阅听人之权益。第二点，过去6年违规为新闻台中最严重者。第三点，有关公司内部对新闻专业的认知、编辑流程、人力配置等，并未确切抵认问题所在及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因此无法确信未来能改善。那本会103年12月3号第620次委员会议审议时，虽然做成许可中天新闻台换照的这样的决议，但是当时也有相关的要求。那在这些要求当中，列为应改善事项的总共有3项。其中第一点，应严格遵守营运计划之各项承诺，尤其注意涉及事务之处理，应确实遵守其涉及事务制播规范，以维护新闻媒体之客观与公正性。那中天新闻这边的回复请参阅。那第二点要求是，应依据贵公司订定及由负责人签署之中天电视新闻自主公约及维护新闻自由之相关规范落实执行，以避免发生争议。那第三点是，对观众申诉应建立完整处理机制并加以分析，且应依分析结果确实改善，以减少申诉。那中天的回复情形也请参阅。那除了上述3项应改善事项之外呢，那本会另要求中天新闻这边应于换照后半年完成相关事项，共计4项，并提报具体的执行情形。那其中第一项是定期办理员工教育训练，以落实于员工作为，避免违反相关法令。第二点是，伦理委员会外部委员以包含学者、专家或公民团体，如性别平权、妇女权益、合照保护、新闻自由、消费者保护等。那第三点，103年11月6号，贵公司到会陈述承诺事项，仅述补实一名专职编审人员。那第四点是，依补证说明独立审查人之聘用时程、专业条件及工作执掌，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那特别应予说明的是，中天新闻在108年6月30号前都没有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那中天新闻是在怎样的情境下来设置独立审查人？108年1月间，中天新闻台因为过度播送特定人物新闻报道，妨碍新闻多元，未落实新闻内控及自律等机制。经108年3月27号第848次委员会决议，认为是有损害观众权益、自由营运不当之情势，因此依同条第二项规定，命中天新闻改正。那在1个月内要落实新闻内控及自律机制等改正措施。那中天新闻虽然是在期限内回复他的改正措施的相关执行情形，但仍然未依本会命令来设置独立审查人。那经本会108年6月19号第860次的委员会议来决议，中天公司未于期限内设置独立审查人属实，那违反卫广法第43条第2项规定所为命令，因此依同法第61条第6款规定，加重核处新台币50万元罚款，并续命其余裁处书送达日起1个月内来改正。那中天新闻它始于108年7月来设置独立审查人。那中天公司的这个落实独立审查人这个制度的情形，那经提本会的委员会议来审议，那最后决议是函请中天公司持续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及独立审查人之改善建议，并持续进行观测统计，并了解其实际运作及改善状况，其执行情形将列为未来评鉴换照之重点审酌事项，以及请该公司自109年起每季定期向本会提出并对外公布独立审查人的运作成效报告。那再来是有关中天电视、中天新闻在3年前107年的时候受本会评鉴的这样一个情形。那当时的评鉴虽然是给予他合格的评价，但是有列了5项应改善事项。
第一项是以落实推动伦理委员会运作，并强化伦理委员会与观众申诉机制间之连结，申诉案件处理机制间之连结。申诉案件处理情形应依《卫星广播电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会诊提报伦理委员会及列为公开资讯于适当处所公布。第二点是伦理委员会委员如有公司同集团成员，应列为内部委员。第三点是自播新闻应依照《卫星广播电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及自律规章加以落实。有关申诉案件之处理，如撤下相关新闻报道，应详加记录及说明相关原因、标准及处置过程。第四点是申诉案件如属《卫星广播电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者，应于同一时间之节目或广告中加以更正。如认为节目或广告无误时，应附具理由书面答复请求人。第五点是客服及观众申诉案件宜确实区分，并提出具体分析及后续处理情形。那中间的回复请参阅哈。那当中特别要说明的是，那到了这个评鉴的时候，中天他只将同集团的也就是在旺州媒体集团中视公司担任董事长的邱家瑜，从外部委员改列为内部委员。再来是这个本次中天所提的这个换照资料，那以下的话就是依照我们换照执法所定的内容来进行简要的报告。那首先在未来六年营运计划的部分，频道定位与内容规划，这个频道它定位为新闻频道，致力优制作优质新闻内容，服务全国各阶层，引领潮流，并和国际接轨，开拓观众视野为目标，如自播具国际性议题之新闻深度报道节目，探讨民众关心最新时事之谈话性节目及专题式新闻性节目等。那这个频道它也自播这个换照执法所定的特定类型节目之一，也就是新闻，所以它的主要节目类型是新闻节目，次要节目类型是谈话性节目。那未来两年的节目比例，新播是52%，首播是28%，那全部都是自制的内容，那全部也都是本国的内容。那节目的话是100%是普遍级。那在内控的部分的话，它设置有专职编审两人，没有与其他频道共用。那另外呢，也有包含独立审查人在内的四层品管机制，那用于检查新闻判断、新闻产出品质管控、督导和检讨。那因为他自播这个新闻这样一个特定类型节目，所以依照卫广法第二十二条，这个公司他设置有内部自律组织，那受理阅听众申诉，那并对外来公告。那他也有提供相关的自律规范。那有关公司组织与人员训练部分的话，中天电视这边有提供频道人力配置跟工作职掌的说明。那该公司在108年的时候，员工总计727人，新闻部的话是有468人。那人员训练的部分的话，是区分自播人员、编审人员、技术人员、客服人员等分别来施予。那未来的这个教育训练经费规划是37小时，那经费是3万元。那客服部分的话是一年54小时，那分为内训跟外训，那预算的话是每堂课3000元。那有关未来六年的财务规划部分的话，那一中天这边提供的这个预估3年损益表，它是有逐步成长的趋势，那也提供有关收费基准的资料。那有关客服编制与意见处理部分的话，那是设置有客服人员专职4人，跟家族频道来共用，那也提供多元的申诉管道。那视听众意见处理部分的话，有明定这个处理时程。有关修正内容、补强新闻查证不足或损及当事人权益的话，它的办理时限是3到7天。那严重损害投诉人名誉或商誉的话，是20天内回复。那以上是有关未来六年营运计划的部分。那有关这个过去3年营运计划执行情形的部分，跟未来六年相同的部分的话，这边就省略。那营运计划执行情形，有关频道经营理念与节目内容编排的部分。它的新播比是52%到63%百分比，首播比是16%到28%百分比。那全部都是自制的内容，那全部也都是本国的内容。那有关财务的状况，那依据中天电视提供的财务报资料，截至108年底，负债比是30.22%百分比，流动比是308.82%百分比。105年到108年都有盈余。那105年到108年的平均税前净利是1亿1339万元。那有关客服编制与意见处理的执行情形部分，那是有提供相关的这个视听众意见处理结果的公告机制。那每个月的10号会将客服及申诉案件明细表资料于官网上公告周知。那此外，
有依换照执法来提供客服案件的统计。那就本会所得到的资料，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天新闻它的新闻部主管的异动频仍，那甚至在107年的11月到108年4月当中，还有悬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检视中天新闻它的自律规范，虽然有101年8月订定的中天电视新闻自主公约，那在这个中天专业伦理规范当中，那也有有关政治事件自播原则。那另外针对政论节目也亦订定有新闻性政论节目自播准则。那此外也有涉及事务新闻自播规范。那即便相关的这个典章制度可称完备，但是自前次换照以来，中天新闻的违规情况来看，那它的表现仍然难称理想。那从103年的12月12号到目前为止，它共计违规23次，受警告处分2次，然后受罚锾的话是21次，核处的金额共计是1073万元。受核处的事由包含公序良俗4件，妨碍儿少身心健康3件，节目及广告未予区分2件，违反儿少法相关规定1件，违反事实查证的相关规定这边是12件，有涉营运不当的是1件。那与前次执照期间，也就是97年到103年这个执照期间的违规情形来相比较，那不论是在件数或是说在裁处金额的方面，其实相差不多。那方案改进的部分总共有28件。那前开的案件经中天电视来提起救济，那在经法院判决的部分，5件当中，其中有4件是中天电视之诉驳回，那有1件经本位上诉，那2审的判决是原判决废弃，发回更审。那其他的案件目前1审程序都还在进行当中。那如各位所知，卫广法在106年的时候经过大幅翻修，那当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建立了这个自播新闻及评论应注意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的这样一个原则。那本会考量民众陈情新闻报道特定人物的比重不一，那恐有破坏这个公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本会为有效监理电视内容的表现，那也来提出观测的分析报告。那依照本会的观测报告，在中天新闻报道特定人物的观测情形部分，那107年11月本会的委托研究显示，那中天新闻报道特定人物的比例将近60%。那本会自行来统计的部分的话，那在108年3月，那报道特定人物的比例将近90%。那108年5月的时候，也将近有70%。那108年7月的时候，仍然超过60%。那在108年8月的时候，它的比率是45.16%，也是接近1半。那除了前述的情形之外，那在中天新闻本次执照期间，那它的这个营运方面也另外涉及有其他样态的营运不当的行为。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这个瓜吉他在107年9月3日所揭露的这影片当中显示中天公司从事违法新闻自入的业务招徕行为。那依照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有提到新闻专题的价码是17万元，那也这个业务也有提到就是对政论节目来进行报价的可能性。那这个部分经108年10月30日本会第884次的委员会议决议，认定这样的业务招徕行为是涉及卫广法第43的第二项规定之营运不当有损害订户或约定这种形式，因此来命中天电视于处分函送到4日起3个月内为相关的改正及必要措施，以避免有新闻自入性行销的情形。那最后是有关中天新闻它涉及新闻的处理部分。那在本次换照期间，本会请中天新闻就涉及新闻报的部分然后予以补正。那就中天新闻这边所提交的资料，那它的涉及新闻大致上可以分2部分，一部分是跟集团事务相关的内容，另外一个部分是与中天电视相关的内容。那依照中天新闻这边的分类的话，这类的内容分成跟 NCC 财阀案或其他不实指控有关，那另外是中天获奖的报道，那最后是电视台其他频道的娱乐新闻实施议题等。那只不过就承办同仁了解中天新闻的涉及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处理情形，那不仅在这个补正内容给本会的补正内容
有所缺漏，那在类型方面似乎也没有穷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简报里面 的这个资料。那有关今日的听证会程序的话，那就如简报所示，那有关听证会的会场规则的话，那就如先前司仪所宣读。那今日的听证会议题共计有八项，其中第一项是中天新闻台是否已履行前次换照之付款与行政指导及评鉴命改善事项，第二点是中天新闻台过去是否有营运不善之情势，违规财阀案件是否过多，自律内控机制是否失能，第三项是中天新闻台之内控机制是否足以确保下列事项，包括第一，落实节目制作流程自律，第二，避免外界不当干预新闻直播，第三，自律伦理委员会有效运作，第四，独立审查人有效运作，第五，改善过去违规情势并提升新闻专业自主，第四项，中天新闻台之人事组织及执行能力是否足以落实营运计划，财务结构与财务状况是否健全，及股权结构与负责人是否对新闻独立直播有不利影响，第五项，中天新闻台节目规划是否落实视听多元及弱势保障，第六项，中天新闻台员工之劳动权益是否受到确实保障，第七项，中天新闻台换照案对国家安全、产业整体发展、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有何利或不利之影响，第八项，中天新闻台换照案就阅听众权益、新闻专业自主、节目品质及劳动权益有何利或不利之影响。那以上案情摘要报告完毕，请续行听证程序。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依中央电视台的要求，把后续的当事人陈述意见跟利害关系人陈述意见合并，那时间也延长5分钟，总共30分钟。那就请开始。好，主席，还有今天其他参与的人员啊。我本来是有准备这个 PPT 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跟报告，但是很遗憾呢，因为没有办法。